来，这就是今年澎湖第一批马粪海胆，在台中胖肉爷。好，来啊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啊，今天是2022年7月1号。啊，今天冰箱来干一件事情哦，就是大家都知道那个澎湖的马粪海胆，就是每年从那个7月1号到9月可以开放捕捞哈，那大家也知道这个东西是越来越少了。那今天就是透过管道从澎湖空运哈，进的那个澎湖第一批的马粪海胆，那就在这边。哦，这刚坐飞机来的。哦，那我们现在就来开箱。哦，哦，抽，金抽金抽，来来来来，这是这个今年的第一批的马粪海胆，哇，好大颗，好大颗、啊，我、哦、这很粗哦，插到就夹在哪里，这插到尖嘞，好粗哦，哇。这个要戴个手套，哎，等下不要吃到。虽然它没马粪没有毒了，但是以防万一，嗯，这是蛮刺的，哦，大颗哦。海胆就是吃海草了，这还不是最大的、哦。最大的，看大细汉差遮多，我这是马粪呐，这个这一种，这种的在澎湖吃一颗可能就要300块，这么大的，那其实这么大才抓上来是对的，那个之前都是有的都太小就抓起来，所以害现在那个海里面的海胆越来越少。那开箱就先介绍到这边，然后晚一点要料理它，再拍影片跟大家做分享。